有什么话就说吧。俱乐部已经决定，让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。不好意思啊，叶哥，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。我这人已经老了，过时了。就是就是。俱乐部暂时没有适合的账号给你，你就先在队里担当陪练。不必了，解约。 我们也不会那么绝，协商解约怎么样？什么条件？宣布退役。为什么要选择退役？你还不明白吗？我说，对于俱乐部来说，我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。怎么可能？你的实力没有。